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复数解法，像刚才那个整幅这个矢量法呢，它这个就很难定量计算，那个复数解法就可以比较好定量计算。然后它这个复数呢，就是一个把一个这个简谐量呢，先表示成一个复数的形式。然后这个像负电压和负电流有了之后呢，这个有一个惊喜，这两个一除啊，就正好就到一个负阻抗。负阻抗不是简谐量，但它包含了这个阻抗和伏角两个，就或者这个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两个重要因素。然后呢，这个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，就之前分析过电阻的这个 R 呢，阻抗呢就是 E，就是 R，电感呢是欧米伽 L 乘的 E 的 I 二分之派，它也取得了 I 欧米伽 L，电容呢是 I 欧米伽 c 分之一。这个我们可以达到这个负导纳，是等于这个负阻抗的导数也可以算得出来。然后这个串联电路呢，这个阻串联电路的负阻抗啊，也就是一个直接相加这么一个关系。并联电路呢，它的负导纳是直接相加的关系，负阻抗呢是导数的这个关系，这样子就比较好分析。它这个串联电路呢，就直接解出来了，也不用画图。并联电路呢，这个并联呢也很简单，就是用导纳的东西去算也非常快。好像这个电路呢，之前用那个减负分析法就非常难算的。这个呢，通过这个复数的方法呢，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呢算得出来的。